果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你长什么样啊，小刺猬？有东西来了，有东西来了。你长什么样啊，小刺猬？你的手是什么样的？我的手，你看不到我的手。你们怎么都不在我这儿？是不是有点慌啊？哇，这声音好吓人呐！为什么不在？大家不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，突然间就走丢了，大家，那东西在我后面。我有点慌。我在第二。我在第三组，第二到了第三右转，到了第四。我到了 C 我。你们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在一起啊，大家？我现在慌的脑壳发麻。我看到他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在第三。看到他的红眼睛了，还是卡住。我在第四。第四。哇，他这们边有人僵呢？尸啊！抓住我了，他抓住我了，他走了，他看着我，然后把我咬死。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东西了吗？我就是那只熊。你就是那只熊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太过分不是，我到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是那只熊。讨厌，叉叉好讨厌，我吓一跳。我也很害怕，我杀你的那一瞬间，我说我靠，我在杀人。他们两个呢？不是，阿甘还没进来呢，我给你汇报他们俩位置啊。好。哇，他在一个房子里，一个绿皮房子。然后皮他肤。在往第六走，哦，就在我刚刚死的地方，你过去。好。他来救我了。是不是玩熊就不怕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我也很慌啊，他他在那个声收我音。的尸体。我复活了，你别过来，阿甘！叉叉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真的吗？你别过来！你走开！你别过来！你不能进来！你别过来！不要这样子对我啊！我们在修这个电机。吓我一跳！好，亮了！你别过来！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按呢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另外一个人呢？哎，在我前面。你前为什面，么能复活？你前面为什是么哪？拉了我一把？他在第五位置。你就这么爆点的吗？可是我不认路啊！反正我刚刚能复活的话，他到 C 一了。C 一蓝莓出血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还以为你腿抽筋了。他又到了我们刚刚开电机的地方。哎，我怎么办？我慌的一匹啊！我好像看到他了，然后又没了。为什么要变？我为什么要是鬼啊？鬼不是小挺队爽友，2.44。鬼爽在哪呢？我很害怕呀！他又修好什么了？他要修好一个电机，哎，这有点像第五人格哎，一直在修对电啊，机。就是所逃以生恐怖游游戏都是戏这样。转到出口了，我转到出口了。
被电到了。啊、还可以电你的哦。为什么要让我做那个呀？这个光头好厉害啊！他好熟悉这张地图。嗯，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啊？哇，他好熟啊！熟练到我都看不清他往哪走了。我很慌呀。第三。我还不认路，我以为就是这个机器人，就是为什么我自己都会有恐怖的声音效音效啊？照理说我才是吓人的东西、啊。靠近你吧，他好像听到那个声音，他就不往你那个方向走了。是、啊。两个老哥见面了。可是我比他们还害怕呀！啊！你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突然就低电量，然后就动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作为鬼的我，反而被吓了一跳？我好气哦！只有一个出口吧？嗯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。这怎么充电呢？哇，原来有地图了，讨厌！怎么办？开不出来。怎么充电、啊？还有五分钟，我感觉他又要出去。怎么充电？我找到开门的路，他在开门了。啊、哦，这不是门呐、啊！他是不是要拿电池充电啊？他们就在我附近啊！刚刚不是啊，是这个充电吗？不是啊。底下那个老哥已经开心的在跳舞了。为什么要让我做怪？我又没电了。这个机器人也太弱了吧！我跑了，嗯，我以为就是，哎，我赢了我，啊啊。